奇怪，那家伙不是跟若比森一配吗？现在怎么突然变成凯家？你就应该找文俊哥。对啊，小本要慎选，我的水饺又不会，饺子界又有地位了。俊哥还不错啊，该不会他们两个已经……那我这边还没。不过，变态！我觉得我的人生在燃烧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台视频道《钟楼爱人》，感谢桂宏阿萨姆冠名播出。